风云，始见之者景骇，闻之者响震。图勒枕经籍书，淤体横门。上摩所地，下摩所根。读书亦乎宇宙之外，瑞思于毫芒之内。前神莫记，恒以年岁。然而气不假于当矣，用不效于一世，虽迟变如滔波，吃早如春华，犹无益于奠罪。译者，且运朝夕之策，定和会之计，使存有显豪，往有美事，不亦忧乎？主人有耳而笑曰：“若兵之言，斯所谓见势力之华，暗道得之时，守突傲之盈竹，为仰天庭而堵白日也。囊者王徒无悔。周师奇遇，侯伯方轨，战国横物，于是七雄越看，分裂诸夏，龙战而虎争，游说之徒，封阳奠基，并起而救之，其余标非锦赋欲札其间者，盖不可胜载。当此之时，诺朽磨钝，千刀皆能一断。是故鲁连非一使而绝千金，于卿以故免而捐相应也。夫纠发头屈，感耳之声，何之虑度，盈蛙而不可听者，非韶下之乐也。因是何变，偶时之会，风仪俗义，乖武而不可通者，非君子之法也。及至从人和之，恒人散之，亡命飘说。羁旅陈词，商鞅携三术以钻孝公，李斯奋食物而要始皇，比皆聂风云之会，吕颠沛之事，聚角臣邪以求一日之富贵，朝荣华细而交瘁，福不盈自，获益于世，凶人且以自毁，况及世而是赖乎？且功不可以虚臣，名不可以利，寒舍便以矫君，履行诈以假国。说难既求，其身乃求，情或既贵，绝宗矣。 PG 1430。 遂是故仲尼抗浮云之志，孟可养浩然之气，比其乐于阔哉？道不可以二也。方今大旱洒扫群秽，以显山荒，阔地红灰。黄冈积龙于西，农归广于黄唐，其君天下也，言之如日，威之如神，寒之如海，养之如春。是以六合之内，莫不同源共流。沐浴玄德，秉养太和，知父业者，辟有草木之植山林鸟鱼之欲穿泽，得气者翻滋，失时者零落，参天的而失化，起云人世之后薄哉？今子处皇室而论战国，要所闻而以所敌，欲从茅墩而度高乎泰山，怀求滥而侧身乎众渊，亦未至也。兵曰：若扶殃斯之伦，衰周之凶人，既闻命矣。敢问上古之事，处身行道，俯视成名，可恕于后者，莫而已乎？主人曰：何其然也。昔旧纣摩于箕子访周，言通帝王谋和圣神，因说孟发于复言，周望赵动于卫兵，其宁积身于康渠，汉梁受书于披夷，皆似命而神交，匪辞言之所信，故能见必然之策，斩无穷之勋也。近者陆子悠游，心语以心董身下为发早如林，流向怀吉，便章旧文，杨雄谈思法言，大玄皆及时君之门为，究先圣之胡傲，婆娑乎数亿。
之场，修习乎偏极之右，以全其直而发其文，用纳乎圣所，列秉于后人，斯非其雅语。若乃宜抗行于首阳，会降至于汝室。丹乐于丹瓢，孔中偏于西兽，身吟塞于天渊，真无图之师表也。且吾闻之，一阴一阳，天地之方，乃文乃直，王道之纳，有同有异，圣哲之长。故曰：圣修所至，守而天福，伪命共己。未道之余，神之听之，明其舍诸。兵又不闻何事之必运于金石，随侯之诸葬于傍蛤乎？历世末世，不知其将含景要，土阴经。况千载而流夜光也。应龙潜于黄屋，于原泄之，不睹其能奋灵。得何风云，超乎荒，而巨浩苍也。故夫泥盘而天飞者，应龙之神也，先见而后贵者，何随之真也，十案而九章者，君子之真也。若乃牙，况清耳于管弦，离楼渺目于毫分，逢蒙绝技。 PG 1431。 于虎史，班书却巧于辅经，良乐亦能于相遇，乌或抗力于千军。何却发经于真实，言桑心计于无盈，仆亦不认策计于比列，故密耳自于于斯文。